请问是第一次来我们健身房吗？啊，第一次。锻炼诉求是什么呀？我想抢银行。不把钱拿上来，我就打死你！我能体验一下吗？大姐！哎！哎这孩子为了抢银行下了不少功夫，非常认真。走。有困难克服困难。一。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。二。你怎么才来呀？认出我了。三。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，你们居然点火锅！